台队成功的防守，陈志强领跑在前面，收球上去两分。这波进攻还有九秒钟，志强来喽，完成了一个漂亮的绝杀，八成一啊！所以这样的一个水准也是让他在火锅店开得非常好，但是不能卖鸭血就是。哦，为什么不能卖？禁区的防守帮助台队有很好的反击机会。绝对啊，你可以看放到陈正祥身上，那你可以有很多可能要去协防帮忙到 Tay 的这个点。正祥今天的手感算是比较冰冷一点。这波进攻剩下七秒钟，收球上篮有。这几年中华队是比较缺少这种比较稳定的射手，说着说着他又一个成功的超级了。台队在近期的状况真的是非常的好，近期是拿下了四连胜。盛翔的快攻上篮拉，但是篮底下泰勒再拿到进攻篮板。盛翔外围出有六次，台英真是有一次的，接到禁区看到他车尾灯了。在上半场我们看到的是陈立焕甚至